好早、哦。现在几点？5:20。那我们现在在台中的奇伦节。我们现在在台中的市政府广场这边，超多人的耶。好热闹哦！我觉得我们参加过这几场活动下来，这场的规模最大的感觉。因为我们这场有比较早来，他就是要出发了，我们赶快来哦。对，那这次的路线就是环台中一圈，然后有台中很多景点我们都会经过。那我们这次的距离呢是100公里，差不多103K。大会上面写是写103K，然后爬升是1000，差不多。最高。好，我们公司有一些人桥。在第一排，对啊，好紧张。所有人能把握时间，自己的第一排。好，还有看一下后面的，哇，看一下后面车友的情况哦。大家都很兴奋，大家衣服都长得一样，我都根本跟不到。对，来吧，我们来跟好吧。好，来跟上我们的队长。前面的。那我们的第一段路呢，会有些微的爬山，爬400。那前面这段就是缓上坡。第一段这里是一个上坡，科园路这里。然后今天会经过很多台中的知名的景点。那我们现在到这里是什么？很多科技大楼。我的名字的科技大楼。然后还有左边有中兴大学。今天的第一个坡呢，是台中都会公园这边的坡，这里好漂亮啊，而且看得到风景，市景好美啊。还是坡，台中都会公园。好，很舒服哎、欸。绿荫道凉凉的，还可以看得到市区的景。过了松鼠坡的终点，就有一个相较比较陡的爬坡。我们这个坡有几爬、啊？哦，有吧？我觉得有。哎，这里有松鼠哎。哪里？今天跟上。但是到山下就还好。我们接下来到台中的机场，那现在呢就是要绕机场一圈，绕完机场一圈之后呢，到高美湿地区。下雨，挤到市区了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在台中的机场。对，这边比较不会有高楼，风比较大。风真的好大。我们现在会绕机场一圈。不管是侧风还是前面，全的风都好大。哎，不要带路。骑了1个小时，第一个补水站到了。在其中的。哎，你好。
有我吗？耶、我现在要去看看第一站有什么补给。我们每个人稍微买，谢谢莲糖。跟着第一集团走，就是还有东西可以吃。真的耶！那我们之前从后面开始吃，来挑一些东西。真的耶，赶快吃。好，那我们第二段呢是出发到大甲溪桥，那边有个休息站。看看我后面。谢谢，真的是。刚才骑过了机场，然后那边风很大，但那边是顺风，所以大家都骑很快。吃个东西吧，等阿东修他的坐垫。刚才这风超大的，然后又大家都骑好快哦。现在快要到大甲溪桥，然后坡度2%，风好大，哇！第一站，第二个补给站是大甲溪桥，好多人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这里还准备了好多的书跑，我们现在骑了46公里了，爬升360米，骑了3.5小时，吃完了补给，等一下又有一个下坡。然后就是平路，很长一大段平路，然后最后面就是在这公路那边比较陡。那我们下一个补给的地方是海角明珠，是64K 的地方。好，再骑30几，再骑30公里，就是有下一个补给点。对，好，那补给点完之后，差不多就是要开始上山了，最后一个山路。所以最后一个补给要吃，我每个补给都蛮爱吃。差点连披萨都去排了。对啊，要不是太多人。好好摄影机互动，真的哇，等你好久了，对吧？终于上线了，太大了，台中的风好大。我们刚骑完桥，然后现在有点下雨，那我们等一下应该会回转，回转之后再骑回去。等下第三个红绿灯要回转，然后再骑一次刚刚那个桥。环岛时候骑去高美湿地，那是我们骑右边。前面等等啊，让我吸一下。刚才那个看板这样写。真的。让我吸一下，拜托，等等我。好，吸一下美乐。靠，美乐破风。破风，赶快去吸前面的人。我现在在62公里的地方，然后这里蛮辛苦的，风超大的。超大！看后面的那个，咻，转超快！好啊，那我们这一段呢，不要停车太久。好，走吧。但是海水都被风吹起来。还好吗？风很大。港口总算快要骑完了。对。港口过了就比较没那么大风了吧？也许吧。后骑完就要准备爬山了，现在已经骑了76公里，差不多了。我们等一下休息，然后。
然后就会走到望高寮的日景公园去，那边就是个爬坡。蓝色公路在前面，我们要翻过前面你看到的那座山。刚才听车友说这边还没有开始，你要先省一下力气，然后等一下左转之后呢就开始上坡咯。其实这边已经开始上坡了，三公里上升三百，左转，那就是爬一个猫空咯。那个果胶要吃的补一下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的宣言哦。刚刚那个交通警察说，等一下左转三公里，爬升三百。我能吃的已经吃完，都吃了。对啊，我把吃的能吃的都吃光了。我家还有狂客。吃起来！加油，加油！刚已经提醒你要吃东西啦，该吃的吃一吃啊，露出笑容。现在6%，8%。是人家都有吃，还没到呢。有11%，难怪人家说蓝色公路一刚开始就是在刚刚停车。20%，加油啊！哇，这也是最后一个补给站。这里又没东西，什么东西吃？这里有什么？一样。小心，小心。香蕉。本来不想停的，突然间看到西瓜，我们西瓜特别香，特别甜，没办法。谢谢，我完全可以理解。西瓜甜不甜？嗯，好好吃哦。是吧？是。嗯，西瓜很好哎。好了，继续出发。西瓜。本来没有想要停的，就看到西瓜，还是赶紧停下来。哇，前面的坡有陡哦。是这里吗？当然，它是用到已经有耐用。11%，11%。是吧？很蓝的吧？眼前已经懒得冒星星了。到了吗？还没到。会不会我们到望高寮了？还没到。哦，我的老天鹅！刚刚他说到那里要骑过去那个山才算。绕完了，好，那走吧，那继续走吧。他还没到。好，走。继续，现在600。来啊，加油啊！望高寮，3.7公里，12%爬升了，这有陡，很多人都开始现在兴起来。因为刚才看风景的地方只是休息、啊。真的，他这个12%说要多久啊？对啊，这个爬完了，就下坡了，就到终点。人家说蓝色公路的山顶了吧？对。然后这里大家都在休息。对，就下坡就到了。在后面这里啊，你的相机。对。偷起来，偷起来。那我们就在排队，想拍照。结果旁边有一个正妹冲过去，你还跟那个人合照，耶、yeah。快6小时了，去领完赛看证明书。完赛了，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骑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在市政府这边集合，来看一下我骑了多久。
五小时又51分钟，超久的。你看，很酷的是，你看。我6:01出发哎、欸，超酷的吧？你骑超久。对，可是我骑超久。来看一下它的观赛什么什么摊位的闯关卡，因为它这里有很多摊位，然后有一些产品的 DM 饼干、气泡水、饼干。刚去一个摊位还拿到一个水壶。那你这次骑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台中这里真的是风超大的、欸。对，真的好大、哦嗯、可是平路它没有很多山路，台中这里没有很多山路，可是就是风很大，如果平路很强的人一定觉得很好骑。但最后的坡度真的是有陡齁，而且骑了80几公里了再骑那个坡真的是比较累。对，那其实我觉得参加这种活动蛮不错的，像是我们现在已经骑过环台北，然后还有骑过环彰化，然后这次骑环台中，就可以一路这样看一些景点这样子。也是很多人骑电扶车来参加这个活动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不管骑什么，一起享受这个骑乘的乐趣，然后安全就很好。那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借这个骑的 track， 我觉得是蛮有感觉的。车，摩托车，它有时候有炸机，有时候没有炸机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啦。